我们今天来吃这家越南店。这是这家店的菜单。这家是越南的三明治。然后这边有热门餐点。这就是我们点的三明治，它会帮你对切哦。这里是行程师，他跟你打球，我自己去散步。这是我们点的泡菜炸薯条，很好吃哦。现在要去 Roosevelt Island。我们现在在罗斯福岛上，这条河的那一面是皇后区，可惜今天阴天，照起来不好看。我们要来搭缆车喽，就这里。这上面还有暖气。通常缆车都超多人的，但这个阴雨的周日下午人却不算多。这条河是东河，左边是曼哈顿，右边是 Roosevelt Island。这边底下就是曼哈顿了。Hello。水道。现在在摩斯森的是这个建筑，我们来到911那个祠址纪念室。蓝的谷来喽！有人现在在组装新买的电子鼓，超级多盒子的，不知道组装多久。2 hours later， 目前回复组到这样子。这个是他的说明书。